到底是要猜倒一个？黄昏知己满世界，我永远摆伫上后尾。昔日的雾摆甲遮精致，看你甲伊先拆倒一个？黄昏知己满世界，何时轮到我送的金杯？借问敢有人伫咧？敢有人住伫你的心肝底？我嘛是有情人探听过，原来你才知影咱是真输配。借问敢有人伫咧？敢有人住伫你的心肝底？免惊歹势，也免敲电话，爱我就甲阮斗阵饮二杯。借问敢有人伫咧？敢有人住伫你的心肝底？哇！啊，大家林总啊，我也没娶某啊。哎呦，我未记得跟你讲啊，恁姨啊讲哦，已经替你找着好牵手啊，今日暗时就要圆房。我是想讲哦，对方是一个真卡松，所以一直无跟你讲。哎，敢会管想看啊？我要娶啥去啊？要管还是阮阿母？小女，歹势啦，我袂记得甲英豪讲吼，要圆房的代志。我是想讲，这婚姻大事，还是予英豪伊家己做主。英豪，你放心啦，娶亲是爱娶对，伊也替你嫁来这个新妇哦。不但人品好，人嘛真巧，一定是你的好牵手。伊即马已经去芳水，要来予伊洗尘啦。我是去哪伊？哎，你是讲啥笑？伊就是我要娶的某。哎呦，啊未进门，啊未过门，就会晓对翁婿大细声应嘴应舌。我看伊是想要吼。把阮英和假死死，先把翁婿压落底。我无，是看我无，搁把我的红姑姑弄倒伫个涂骹，搁侮辱我是乞丐，我唔才会。英和，这是细汉时阵上较爱食红姑姑，美文专工去买来给你的，而且拜过祖先啦，嗯。拜过祖先，这已经拜过涂骹哦，你还摕我吃？我个真哪样喏呢？到底要去到哪伊？你够拜过了吃？我已经检查过啊，顶过无放着涂，要吃唔吃？谁知你啊？我唔吃。英豪，这剩下一个物件，你也当偷走嘞？哎呦，小女，这边哪能怪阮英豪？人英和伫日本食的吼，拢是高级掺有芳蜜的鸡卵糕。这下骹手人准备的物件，伊要哪会敢食？你去遐物件是我买袂要紧，啊，不过这么侪年来，不管是食的、穿的、用的，二娘拢想办法给你上好的。你煞当三姐公的面头前，连一句感谢、一杯茶拢不愿意奉待二娘，你敢袂想超过啊？你够细细念的啊！你哈，你莫继续讲，你要做新港少奶奶，就会当安尼跟我讲话哦。我跟你讲，我无可能娶一个真卡松赤查某。到底你在做啥？你给我听清楚，我陈美满虽然是新港市的媳妇啊，啊，不过我嘛袂瘾嫁予你这种阿蛮做老的人。美满，美满。美满，英豪，你真是太过分了！你伫日本拢伫遐学啥？哎呦，小妹，是的啦，是我较含慢嫁囝。敢卖我甲英豪讲，你会比？大姐。你的房间还是伫原来迄间，我想你嘛应该拢忝啊，你先休困啊。
你有看到吗？你就已经把他误解到这样，他的面色一点都没改变。他哦，若是越无要无紧，就表示说他心肝内一直在想说要怎么对付咱母仔。卡酱，这不用烦恼啦，现在整个庄仔都知道新家继承人回来，敢说会再跟他霸占新家的财产？我是烦恼说他用钱逼你带那个庄卡锁，到时候吃亏的还是咱母仔。这样，我呢，我明仔吼去保证，把金库锁匙提到手，咱就免看王小鲁的面色，吼。我就知影，你对卡强上友好。见人家去嫌我买红菇粿，搁对人流派啥子哦？看我安怎创你！哇！哇！干阿哥行业做煞袂记着，讲伊好个啦。阿都无破行物件啦。我有替你加淡薄料哦，滋味应该是袂歹啦哈。啊！是你在甲我创的，你紧开门！我甲你讲啦，你莫抓准你是新家的大少爷，就无人通治你。你若是唔答应，以后对人娘较好声扫的，我就唔开门。八家只因喏，只那么开门。嗯。看起来你也是唔知悔改，煞煞去啦，我要来困啦。我答应你。答应啥？答应伊袂阁甲伊还啥啥，安尼甲袂用个开门啊。你这狗的鸡，别做惊你动。老爷，永和像他本身今嘛这款的模样。家己亲生后生，五月的感觉安怎？你敢不知道这是袂用讲的？你无爱和我讲，我就偏偏要讲。陈永和是王小鲁的亲生后生。民国，这个叫做啥？救救我啦！你想要害死永和？伊嘛是你的后生呢。伊唔是我的后生，伊敢那是我用来报复你的工具尔。你想要白讲啥？
永和是咱新家唯一的后事，你来当个当作是工具啊！当初那不是你有乖正的，逼我让你入门，我们哪有可能做尼母，替你采用你的后生？嗯，这南洋的金丝燕哦吼，我已经吃身啦，咱后盖换别行好不好？丽华，你嘛跟差不多诶。你无要去店的斗三工，就准拄煞，规工踮咧厝的做小奶奶，佮指定要食这金丝燕哦。新教就算讲金山银山吼，早晚嘛去遐食较倒去啊。新政治，你甲我听好，阮五家的祖先伫金门做过秀才，是有头有面的人呢。那毋是因为阮欠恁钱，亲像你这种下九流的生理人。要哪有可能娶得到我？我愿意嫁予你哦，你着挺好头笑。敢若是食一个烟火呢，就伫遐咧啰里啰嗦。我知影你会嫁予我哦，是因为阮新家有钱啦。啊，不过自从咱结婚了后，一直分房睏，无啊。啊，你连磕都唔叫我磕一个，算什么红阿婆啦？拜托嘞，我若是生囝。我的心材就会变歹，我要哪有可能为着你这种查甫人来牺牲我的美貌？好了，咱今仔日哦，就交话讲清楚啦。为着阮新家的香火，你继续做你的大少奶奶啦。我已经决定啊，我要娶淑女啊进门，而且伊腹肚内已经有我的囡仔。先进的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你竟然伫外口包饲查某？伊是啥物家世？甲我敢会比的？哼，伊是我伫个夜店间仔熟识的，伊正有做生意的头壳，包装的生意拢是伊咧甲我斗三工，伊才是我理想当中的家后啦。你竟然做一个不得不娶的查某人来侮辱我！沈俊杰，你真正够超过的啦！哼，参照你种自私佮骄傲的查某。无你一张休书哦，算真对起你啊！哼，新经理，就是因为安尼，你到这时，拢无法度接受经理伊娶我做女房的这个事实，所以你拢已经唔肯压休甲摆掉无？是又该安怎？我五年话，本来就比恁较高贵，是你先辜负我。若是比起我，你王淑女才真正是破格的查某人。是你，是你，是你，可是我的后生。大姐，既然我无法度阻挡你娶细姨，那安尼？这礼房就要按后门入来，这是对我大房的尊重。假使你若是不答应我，我即马就磕头死伫个遮，予恁新家扣大家耻笑。好啦，就照你的意思。你妈安尼讲啦，会当甲你做伙，我一点也无委屈。啊，俊杰，你想做甚？我无代志啦，可能是日头伤炎啦。哦。去死啦！搁想要爱我，予你认，你就是讲，我即马唔敢对你动手心。真着要关心真者，已经把新家的保障还阁递去交予我，我嘛已经对新家后尾问一摆，算是新家的人。
而且我这么不倒的，还够真的留在我爷那边，你袂当骂你吗？好，你害我接受你，会的。啊，不过你也答应，跟我做伙去庙里救助。今嘛，我讲一句，你念一句。我王淑女，登天就转。我王淑女，登天就转。我生后生沈英和，爱过给吴丽华做囝。紧讲啊，敢讲？你要让新家绝后？我生的后生是银河，爱过让努力化作囝。而且，我母阿囝永远无影少你，也那无沈银河。要去让雷公卡死！你敢会想过浓度啊？你抢走我的后生的尊都锁，叫我抢什么银河？这就是你抢我红线的报。不是阿母无要治你，为着新家的幸福，嘛为着以后你袂去让奇奇嘟嘟关心我，是阿母对不起你。王小姐，我知影你真巧，嘛真强噶，我就让英和变成你的元首人。看恁一对母仔囝相打到死，永远拢无法度相离，这才是我对你上好的报复。现在新家当家做主的是头家娘，我敢听头家娘的命令啦！我是绝对无可能，把孝婆甲金库锁匙拢交出来给你啦！啊，无当即摆是安那？我新家大少爷，新家一切拢是我的，你是开一车下骹手人的，你对我讲有啥物态度啊？只要头家娘无把新家的贷款交你，你就不是新家的主人啦！就算我你甲我拍死，我嘛袂交出来啦！好啊。我听过这么白目的要求啦，吼！英和，不管安怎，阿兄伯啊，嘛是时代，
你哪会当这么无礼貌？伊若是一定要逼我娶美满，才会当继承新家，我绝对把我款款当去日本，让新家绝后。哎，英和，莫遐尔冲动啦！阿雄，我会记得你敢那是王小女，伊按月带金甲你娶回来。你对伊二十几年拢无娶某，你嘛伤过失重了吧？是头家娘信任我，给我管布庄。你若无，我可能搁在酒家做苦工嘞。咁安尼，啊，不过我是感觉你除了温情之外，对伊还佫有别个想法。哎，你莫胡白讲哦！我对头家娘忠心耿耿，那有甚物其他想法啦？我看来是凊彩讲讲尔，你哪就这么紧张啊？你愈辩解，我就感觉你对小女的感情无单纯，这张牌会当利用。路口的小巷，干妈店内面，问我心爱的春娇伊，我足怀念少年时，初恋甜甜的阿婆阿水。我天生就浪漫，情怀细腻，感谢有你陪阮身边。你深情的细蜜，落有少年开。海角那头西一边，咱的梦，船桥爱随意。人生行到白发时，你缓缓步离，做我抹袂去你的水。你是我歹歹的歹歹的思相依，你的脾气有天生的故意。